娱乐不能停 CEO， 大家好，我是 Dan， 今天带来的主题是出道最短时间拿下音乐节目一位的 K-pop 团体前三十位，最长时间排行可以参考之前的影片，成绩一样的团体会以出道顺序排列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吧。三十位 A Pink， 261天。29位 Wonders， 260天。28位 2PM， 245天。27位 Lady Baby， 237天。26位 Jackie， 236天。25位 Super Junior， 231天。24位 Twice， 198天。23位 Sista， 198天。22位 IY， 176天。21位 Tiara， 158天。20位 Pinker， 117天。19位 Shiny， 116天。18位 Tomini， 102天。17位 JBJ， 101天。16位 HOT， 99天。15位苏黎世界，68天。14位吴曼心怡，50天。13位 FT Island， 43天。12位 Penny Won， 28天。11位 Missy， 21天。10位 Ider， 20天。9位 CM Blue， 15天。8位 Blackpink， 13天。7位 Icon， 11天。6位 IZONE， 10天。5位一起，9天。4位 One One， 9天。3位 Tomorrow by Together， 8天。2位 Highlight， 8天。一位是出道才第四天就拿下一位的 Winner。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